把这个螺丝松掉，松掉了以后看这里两个线是不是，这里两个线，这里两个线拿掉，一个 L 一个 I， 方向你不要挪过啊，这个下面就只有一根线，这个下面看这个下面一根线，把它拿掉，看这里就只有两根线了，看拿掉了是不是，这里三根线，这个下面的两根线拿掉，位置记好，位置记好，这里有一根线，一个连线，把这个连线拿掉，这个连线这个线拿掉，看拿掉了以后，现在这个就很简单了，看到没有，这个线就这个就直接这样可以拿出来了，看到没有，这个位置看，这个就直接拿出来了，这个移开了以后，我们把它放回去再装回去，看到没有，这个看这样一装，看到没有，就紧了，紧了以后我们开始第一步，把这个线装上去，先装最里面的那个线，再装这个这两根线，这里有两根线，是不是？位置直接插进去。这个线装进去，看。这个线，这样装啊，让它紧了以后，套紧了以后再装。看，现在就把这个线再装上去，这里一个连接线，这底下的这个连接线，好，现在我们装进去了以后把它拧紧，看到没有，这个线装进去了以后把它拧紧，再就装这个线，这里两根线一装就 OK 了。